今大家阿曼，大家好。啊，我叫潘良华。有初级班有上过我的课，举手我看卖着。好、哦。啊，你拢足早一点就上过我咯。啊，最近啊，初级也是哈。OK。那么我过去自我介绍，拢讲我是本土台湾人，平埔族原住民。但是平埔族有十几族，我是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哈、哦，所以我那算人咧讲个讲平埔番，哈、哦，啊甚至有诶用台语咧讲，佫会砍尾音，讲平埔啊，啊你知影讲那台语牛尾音就是较轻视诶，哈、哦，迄、那个意思啦，哈、哦。那么我姓潘，这个潘嘛素姓。我自我介绍拢讲，我是住伫水边的番哈、哦。好，那么我今仔要讲的主题是台湾主权地位探讨。那么初级班我讲的题目叫做“和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因为咱拢无正常，所以需要正常化。哈、哦，啊无正常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来，哦，咱秘书长头拄啊讲的，为迄张1946年用行政命令把咱的国籍变更，为遐开始咱台湾人头壳拢戆，哦，忘了自己是日本天皇的皇民，哦，甚至去年柯文哲迄个郝龙斌林爸爸郝柏村呛讲是日本皇民的后裔，哦，出来要选台北市长。敢那作亲事诶，但是郝柏村伊未记讲伊啥物身份，他是亡国之民啊，流亡到别的国家的土地上的难民。啊，咱台湾人有够衰，咱日本台湾人竟然迄个难民，即堆难民咧甲咱管，好、哦，咧管咱还民，好、哦，咱的身份是真管诶，咱是皇民诶哈，因、哦、是难民。但是皇民说你有难民官，啊，你无感觉足奇怪嘛？好、哦，那么我要讲这主题内底资料，咱我拢是参考咱秘书长做出的册哈、哦。比如讲，美国军事占领下台湾，啊，这已经绝版了哈。除了个电影无你无得买啊。第二本《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咱跟美国相当有关系，这本我呢。台湾啊，好、哦，爱国再办较有啊。过来，台湾最终地位第一册甲第二册，啊、哦。那么上重要这本《新台湾论》，这大家拢应该爱有一本。这民政府阮书啊，拢甲称作台湾主权地位一本圣经。台湾所有的近代问题，拢差不多一本册，一定找到答案。好、哦，我过去的。民进党，吼、哦，也是迄个建国党，我咧做党员的是，我的党解决问题无多解决的，我做着问题无多找着答案的，拢伫秘书长遐找着答案，吼、哦。好，那么除了这四本册，我把新台湾论当作是咱台湾民政府圣经，那么有一本基督教真正的圣经，这本册。叫讲，咱每一个人，无论你的宗教信仰安怎，先不管，你拢应该往那爱买来看，就是基督教的圣经。这本圣经是全世界出版上多、数量上多、出版的语言版本上多，哦，比这个毛语录搁较侪，对吧？毛语录伊是用国家的力量印好，每一个人拢有一本。啊，因当时中国人口了搁要10亿啊，吼、哦。那真正家己去买去摕来看圣经这本书，啊，你甲想像那后壁个国家拢遐强，看这本册内底智慧甲启示有非常长大的关系，哈、哦。甚至以色列这个民族犹太民族，伊是那迄个国家遐小，面积台湾的差不多2/3呢，人口嘛差不多800万呢，咱台湾人口差不多1/3。
土地是咱台湾的三分之二，是安怎一边啊？所有的回教阿拉伯国家的人要甲，想要甲拆一下就白，无材料。每一次阿拉伯联军跟以色列战，拢输。是安怎以色列有遐强？因嘛是因为这本册好伊的地位哈。以色列人甲你讲，我袂堪你一届失败，我若一届失败，我就灭你啊！就再一次亡国。啊，你啊想伊亡国两千多年，有在条伫两千几年后个复国，这嘛是一个奇迹啊！好，那么第三本册，就是1946年，好，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那么，迄当时伫台湾，美国派来伫台湾做美国大使馆内底迄个一个外交人员，伊所写诶一本册叫做《被出卖的台湾》哦，被出卖的台湾这本册，你一定爱看。这是外国人写诶，较客观诶角度咧看。哦，你若讲咱台湾人咧写诶，人会想啊，咱拢徛伫台湾诶立场；，啊，是中国人写诶，拢徛伫中国人诶立场，不客观。你甲看美国人写一本册，你看了你若袂艰苦，袂就抓讲即世人，吼爱甲国民党冤落倒，吼我都唔相信，吼。所以这三本册我希望大家拢爱有啦，吼。好，那么我参考的网站有咱台湾民进会官网啊，台湾海外网啊，自由时报电子报，好，为遮来收集一寡资料，做成这个简报系统来向国会报告，吼。好，那么。这个台湾以后要安怎吼？啊，这有一挂例我来讲吼。好啊，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可能爱讲较紧的吼。好，那么我先自我介绍我家己过去，好，有家己民进党，哦，民进党拄成立我就加入哈。啊，迄阵啊无戒严咯吼，啊个风声鹤唳，白色恐怖也足严重。啊，我囡仔个细汉，也未惊到破嘞。我的好朋友拢甲我劝，讲判你笑，你家己民进党，你唔惊要国民党掠？迄阵普遍的心理拢安尼，讲你安怎无惊要嫁人去？吼、哦！但是我迄阵就足坚决讲，靠我家己力量要赢得国民党无可能，一定要有团体的力量，吼、哦，团结才有力量，吼、哦。那么，但是民进党和我尾也真失望，就是柯信良甲徐明德咧。做东主席的时候，柯信良讲伊要大胆西进，有无？哦，要甲台湾的资金啦、台湾的技术啦、管理的这个技术，拢要去教中国人。啊，生产的物件，较伫全世界，含咱台湾的产品咧拼。安尼造成第一工厂啊，外移台湾的劳工失业。哦，啊，这我也真反对。第二，迄个徐明德做东主席的时候讲。要跟中国人喝和解咖啡，从金马撤军有无？啊，二二八事件，咱台湾精英30,000个，去予国民党台死。这精英是拢像李远哲、柯文哲这款优秀的人才，三万几个去予台死，迄外可惜呢。这些人若留落来，包括伊生出落来优秀的后代，我是不得了呢，对台湾的贡献哦是足大个。结果精英台死，都无后代啊，无精英后代出来，吼、哦。所以柯文哲也讲一句话，讲台湾人400年来，拢予外来的统治者咧抬这精英，因为会起来反抗这人，拢头壳较清楚的人，较知影要反抗，知影讲这唔对，因来是外来，拢要欺压咱本土的。但是这高人起来，到尾也拢予抬，因为。通知者若无甲你抬，伊歹通知，吼、哦。所以初期班我讲，中国军政府来，用辣椒就甲咱台湾人饲甲大底啊，吼、哦，精英台死啊，吼、哦，无人领到，吼、哦。啊你，徐明德，你用你那热脸去贴国民党人两屁股，国民党无甲咱回事的，无甲咱赔偿，主要你爱听讲是赔偿，唔是补偿哦。二二八事件有一个补偿条例。唔是悲伤嘞，意思是讲，甲恁台应该啦，啊，着恁有死人吼，啊，着甲你补偿一寡，吼，恁的
这个损失就对，无敢回事的。而且伊赔嘛是咱台湾人纳税金咧赔家赔咱家己的台湾人，这就是无诚意嘛。哦，嘛无诚意，讲因唔对就对啊。哦，所以底下呢，你要堪咪啉啥物好者咖啡？我说这两个东主这我作数失望。哦，那么所以我不也开始无咧插民进党的活动。哦，啊，结果无偌久，建国党成立，拄啊这台台。医学院的教授李正言，这个废除新华医派遐，就是伊出来咧控争这个哈，这个老医师，我这个我足尊敬。啊，伊创立这个建国党目标足明确，我当时嘛是认为我是独立派哈，但迄阵因无了解咱秘书长这套论述，所以我是很绿很绿的台独思想派哈。我所以听到建国派，这无加入袂艰苦，随时甲加入嘛。啊，日无一年，建国党你话到迄个民进党甲渗透，民进党惊到，伊讲嚯，即个建国党内底即个高级干部拢是人才啊，拢是师资辈，乃至教授、老师、工程师、医师、律师，他们拢师资辈，连法师嘛有。啊，所以。民进党讲啊，阮一般拢普罗大众，拢前天都啊，吼，拢一较一般，安尼后日了，可能民进党会要取代去，所以发动一千个人头党员去甲加入民进党，你比甲质变、甲定选举个干部，啊，选举到民进党上我选个干部，拢选变民进党个人，所以民进党为着伊个人。伊家己党的利益，甲这个建国党甲消等于甲消灭掉。伊无想讲两个来配合，建国党拢师资辈吼，会晓写文章，会晓写论述，可以文的好建国党一部。啊，那武的呢？民进党来行街头吼，啊来议会来抗议啊啥吼，结果无安尼配合，甲电话死安尼。这是自私自利，无甲台湾正港将来的前途摆伫第一位，伊甲党的利益摆伫台湾的地位的头顶端，哦，这我足无法度谅解。所以建国党消防的了，我煞有魂无体通活，哦，较早我民进党，民进党我失望，我建国党，我民建国党迄个啥物事，所以我就等于不插世事。但是有一天我就去跟我爸爸拿藥，在病院在等拿藥的時候，在看報紙，自由時報看一個不太大，那時候我不知道說那就是我們秘書長看的文章，那時候我在還沒看到報紙的時候，我在那個我每一天都要為高雄市開車去屏東上班，啊，都要經過一個中正地下道，我爱那迄阵咧挖井，挖到迄个地下道流沙，准崩去。啊，我无得为下家准走顶管。啊，走顶管啊，伫只五号一路，我看到这个机啊，我提醒我，啊，这可能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啊。迄阵是想安尼，唔知是咱秘书长伫遐选机的迄个一个所在查的机啊。那么我看了报纸，哎呀，佮看了这里，哎，报纸顶话讲有一个频道，我准了听。咱秘书长每工拜到拜六十点到十一点，哦，伫遐咧讲这个台湾民政府、台湾被占领这个法理论述。我听，哦，这拢作新的，毋捌听过，毋知日军的哦。哎，佮讲迄个礼拜拜六下暗七点半要演讲，我就随同意啊，同意。就有发这支旗啊！我最近前几天拄啊晓得，哦，这高档话前秘书长伫高雄选市长所发的迄支旗啊，哦。那么真趣味啦，哈、哦！高年这支还佫摕出来，前几天还佫我咧看物件时啊，我晓得。那么去啊听演讲的时，迄阵咱的竞选的这个
真大力支持一个台南，较早台南前市长苏南成，前半段苏南成讲，就伊做演讲，哦，足精彩。无想讲咱秘书长就去哩，迄阵要进场拢有分支机啊。我本来对政治拢冷呀，咱听咱秘书长迄个演讲，吼、哦，我有够佩服伊迄个架势，迄、那个演讲的气势，拄啊跟阿扁啊两千年咧选总统同款。哦，足我讲个，讲个足下怕，头脑法理论是足清晰的。伊讲，我一概拢听有啊。啊，加奇怪，加一人讲，后尾听啊，着听无。哦，哎，可能个人的迄个地位有开无开吼，频道频率转了有对无，啊，这有关的。迄天分一支机啊，我伫遐下架有够欢喜。本来练气的心，对政治的心，拢。为迄工又差一个小小甲三十九度，九年啊！我到阵还袂退休啊，还咧发烧，哦，啊、所以真欢喜讲我会熟在咱秘书长。OK， 好，继续。那么其实平埔族原住民族哈，也、有列出来是十三族哈、哦。那么我本身是马卡道族。啊！即个你看，因个语言拢差不多灭掉去啊！吼、哦，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吼、哦。那么，譬如讲高雄市这个地名，嘛是因为阮马卡道族的发音，较合作高雄市的吼、哦。啊，这个原因就是讲，迄当时马卡道族伊咧讲就讲，竹子很多的地方哈，对、哦、个。你注意看看，南部个的平埔族。伊个刀啊、椅啊、啊农具、啊扁担、啊个迄担个物件、竹篮啊，大部分拢竹个做，厝拢是竹个做，吼、哦。所以阮平埔族个族群，那迄个部落，四颗连卵绝对拢种竹的。伊这有抵御外侮个迄个好处，伊拢生竹子，吼、哦，竹个个。啊，你四颗连卵个拢个种竹个，啊，干那留一个缺口。要做防御，进出拢离啊！啊，你若有人要来甲咱攻打，咱都迄个门关的修好得啊！好，所以马卡道这个意思是讲竹子很多的地方，好、哦。啊，那么中国人哈、哦、汉人来，伊拢讲闽南语的，啊，问阮讲阮这叫什么族？阮讲马，好、哦，讲塔靠啦，哈、哦，塔靠这个。这个作者所在，迄个所在叫做塔口，啊，因用闽南语讲做打狗，吼、哦，因是安尼来。那么，日本人来统治台湾的时候，塔口拄啊是因日本某一个塔口是叫做高雄，所以高雄爱河较早叫做高雄川，吼、哦。啊，那比屏东叫做阿狗，叫阿口，啊、哦，迄嘛是阮的马卡道族、平埔族的语言，啊，但是这大部分拢无人会晓讲啊。我也捌听阮阿公，含因迄辈咧讲话，要讲一寡智慧吼，词汇我毋捌听过，吼、哦，迄个因还阁有较早留落来语言。好，那么那咱像桃园地区，就是这个道卡斯族啦，吼、哦、，OK， 好，所以你莫想讲，敢若有高沙原住民族有九族，好、哦，那么即马中华民国内政部已经承认高沙原住民族有十六族，吼、哦。好，啊，暂时这个讲到这哈。那么你若要记阮马卡道族，真好记。哈，这谢中鼎做高雄市长，为了要纪念马卡道族，伫纵贯铁路哈，这铁火车咧走的铁路的边啊，有开一条马卡道路。我都改用这个讲，你要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火车来弄来包死去做啊，我就去做的哈。OK， 好。那么高沙原住民族有十六族，尾啊十五到十六，这个是去年卡中华民国内政部都要新承认的，一个拉阿鲁瓦族，啊一个卡纳卡拉夫族，哦，啊、那么这两族加起来无一千个啊，但是头拄啊平埔族、西拉雅族，哦，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就是平埔族上大一族，百几万人，高雄市政府嘛，台南市政府议会有通过。因就是平埔族原住民族，但是内政部
唔敢甲承认，因为百几万，你看这十六族加起来无超过六十万人哦。干那一个平埔族的西拉雅族，在咱地区的就百几万，你若加入去，佮含这啊六十万，一百几万要分，原来块饼，你看因这，我佮除草也倒啊，翻倒佮拿出来，你敢来看我分？所以内政部啊，也唔敢，吼，唔敢加承认西拉雅族。OK， 啊，这是南岛，咱拢是南岛语系哈的人哈。那么平埔族到高沙族，你都会记讲，那伫这个中央山脉以东呢，这种高沙族，好啊，西部平原这拢是平埔族哈。OK， 好。那么这张来看，就讲、是、这是我三礼拜前第一个来。一开始过来才讲的是哈，那么即马统计这个登革热，台南地区已经差不多18,000个啊，啊这是较早的图。那么你会记讲，台东甲花莲拢个位数，拢足少的，包括屏东嘛足少的，屏东先啊，就登革热较少，啊先啊台南甲高雄的就较侪，两年外前高雄市嘛大爆发，我那万几个。就登革热，你会记？会就登革热，我甲观察，拢是汉民族住较侪人的所在。你甲想，像那台南即个钓较侪，以早电信公，吼、哦，三百几年前，甲荷兰人赶走，入来带25,000个，因为等于呢军公教人员入来，迄拢算汉民。OK， 那么因无台湾的这个抗体，吼、哦，咱台湾迄个蠓啊，台湾是瘴疠之气，早期无开完，满世界拢蠓虫，有法度伫台湾安尼几啊千年安尼活落来，遐人拢对本土遮差不多遮毒虫吼，遮蠓啊拢免疫啊，所以定无解着。像我将来嘛唔捌着登革热，啊，就是因为我的祖先。这个遗传已经是，那未砍掉拢早拢死啊，电未死也拢留落来，好安尼。所以你主要看，唔那安尼俩，包括华人台东，足少听到讲咧钓登革热。那钓的你个抽的回家检的，大多拢有汉人的基因较侪，汉人基因有缺陷，好、哦。啊，过来，1949年国民党国共联战输，德蒙来台湾这些难民。拢为家人讲入来，甲高雄讲入来。那么因为家人较冷，登革热这蠓啊，人差不多为中华基地吼，就介少蠓啊，有法度伫遐冷的所在存活，拢伫差不多彰化以南。啊，所以像那高雄区，我那登革热遐严重，就是汉人的血统钓的人较侪。好、哦，这我是安尼用。人迄、那个种族啦，哈，来个分析，哈。因为那边讲，因即马咧纪念70年抗战胜利，我今天要搁咱因要搁咧抗战的哈。其实你也想，真正咧抗日的台湾的蠓仔嘛有参加着，哈，牡丹社事件是吧？哈，1874年，日本人来有军医哦。来，他会召集战士的50-60个，啊，破病死的，迄个蠓虫加死的，哈，定死的，啊，是好心飞来，伊沾到伊的便当，伊甲食了，漏屎脱水死的，哦，迄咱的蠓虫原来有参加抗日，哦，迄当时早期啦，啊，尾啊，日本人来，甲咱管了足好势，台湾人就亲日了，台湾人也自认为是道道地地的日本人啦、啊，哦，但是。国民党来做要骗的，骗讲台湾人都回归祖国的怀抱。好，我捌讲，咱战败拢避秋，反而讲建立军也来，唔来变来甲咱糟蹋。伊来甲咱宣布讲，无咱拢共国个啊，都回国那个祖国的怀抱。台湾人本来避秋的这么好，台独群众跳过来做中国人啊，戆台湾人短视尽力，吼、哦。这台湾人的悲哀，好 ，OK， 好来，咱来看，
台湾主权地位的现况，来做一个复习哈。好来，咱台湾自1949年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代表美国来台湾接受日军的投降跟缴械哈。那个代表美国来占领台湾。OK。这个头前，这个是合法来哦，哈，这有一般命令，有法律文件来。但是1949年，国民党哈，中华民国国共内战输，因是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湾，甲澎湖。这个无文件来呢，迄当时美国嘛有要求讲，你中华民国政府，你若南京收袂掉，你爱刷去广州。结果伊广州嘛收袂掉，美国佫阿讲无你刷去海南岛，但是蒋介石知影讲伊海南岛歹收袂掉，而且海南岛遐不善啦，无够防务，无够是中国遐中国人遐走路兵，伊知影台湾足好势，佮隔一个天险台湾海峡，所以无经过美国的同意，就大主大走入去台湾。啊、那么，这难民潮非常庞大，美国要动也动袂掉。啊，美国嘛，心较仁慈，讲啊，这若无互伊来走来台湾，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若甲动讲不要来，这在中国一定迄个毛泽东的部队台死了。所以，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放蒋介石的部队拢走入，到尾200万走入来台湾。啊，你甲想，70年代。南北的修建，不要美国国内的反越战的时候，造成美国的行政部门不要决定讲，等于要放弃越南。越南无几个月后，美军一个撤退了，无几个月，北越就规个占领去。迄阵有差不多3万的难民，走去澳洲。澳洲的这个国家给收留，哦，他搞了毛利收啊，3万人，而且还是比咱个较慢，差不多20几年后，吼、哦，咱1949年，因差不多慢30年后，照讲迄个时阵经济拢大家拢变了袂歹，哦，做者农产品是机械化，那些生产会当做大啊，结果唔是，澳洲的土地是咱台湾甲要200倍，因的人口嘛差不多2400万尔，含咱平济，但土地遐宽。伊竟然讲收起三万的难民，就读个莫咧收，啊！咱台湾一批啊，囝才细地，收到要200万。你看咱的士大人，咱爸爸妈妈迄代，外伟代，把这个当大，把担起来，你看，把因这些中国人饲，所以因中国人食台湾米，啉台湾水，咱台湾人甲救这命，无甲咱感谢，佫徛爬起咱头壳顶咧放屎尿。你看这忘恩负义，中国人。所以我做个比一个，台湾做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来了较发生的问题，包括违章建筑，吼、哦，较早日本时代无违章建筑嘛，因中国人来了，然后上岸帮违章建筑拢无要紧，吼、哦。我嘛爱比一个咧，好，咱比如像讲了头拄仔讲了较客气，日本人娶日本人生，吼、哦，那生一个中国人，我拢爱比一个。奇怪，较早日本人伫咧管台湾人，有一挂台湾人，因为许有许日本人甲管过吼，也冤切日本人，所以有人讲，迄日本人日本狗，唔知影换中国人来了，他知影讲哇，日本人够好诶，中国人来干呐要吞食，吞到乱七八糟。所以中国人尾啊，互咱讲，可是中国低咧，安尼，啊来，拢在做军工到人员，拢咧管人，啊，敢若无啥倒在做代志。我定咧问讲，国语捌食过中国人来台湾种的米、煮的饭，你捌食过无？唔捌嘛，因来拢总咧做军工到人员嘛，米拢嘛咱台湾的士大人咧种，吼、哦，而且佫交白米互伊。因拢是恁遐白米，啊，我拢做囡仔，我拢食安吉香大汉的，
因为美拢搞搞叫政府去啊，吼、哦，所以我韩剧签食足济，佮迄阵较无农药，韩剧拢臭香个，吼、哦，遐若一条臭香煮嘞，规鼎拢嘛臭臭，吼、哦，啊巴肚也嘛爱食，吼、哦，所以因食白米，台湾出米个人，种米个人无米好食，啊你佮想，所以台湾迄当时真正是炼狱啊，吼、哦，台湾人又。中国人动作啰嘞，伊是打败仗的战胜国呢，吼、哦。因为咱日本军黄金含中国军小战，咱战赢呢，他被我们打黄金打败呢。因为一半江山沿海的新闻拢咱的日本黄金甲占领，安尼，啊，咱是倒手含美国小战，咱战输啊，又牵落来原子弹，啊，咱日本天皇，反正讲啊，他美国唔知还佫有偌济粒呢，啊啦。都有差不多十秒来牵咱大和民族的灭灭呢，所以赶紧投降。啊，结果美国跟中华民国同盟国，美国拍赢，讲伊也算赢。啊，你看这，所以我拢甲讲，啊，这个打败仗的战胜国嘛，有啥物光彩？你纪念啥物抗战？抗战胜利唔是你中华民国国军拍，是美军拍。搞清楚状况，你纪念啥？未见效。抢人家的功劳，挂吊啊尾，挂美国人的吊啊尾。美国人刚好咧纪念抗战抗日七十周年，无啊，刚好咧阅兵，无啦。美国真正有实力的军事武力的国家，伊无咧靠阅兵，都咧假古假怪，讲伊外用拳头无外大咧，就是无自信的国家，遐共产国家开咧阅兵啊，像北朝鲜啊、哈、北韩呐、啊，哦，像俄罗斯啦、啊。像中国安尼啦，知无？好，过来咱来看，这个2013年哈，8月2日，叙利亚难民伫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这个地区做联合国替做起的难民营。啊，你注意看 ，UN 就是难民，啊，不 ，UN 就是迄个联合国啊，也联合国救难总署啊所起的。难民营用帐篷呢？这标准呢？难民爱住的，差不多拢是这款的。但是中国难民来台湾，咱起偌好住？你来看，来上豪华的难民伫北高两次，伊即全台湾拢有。来，这个你来看，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边啊，这个建国南北路高架桥。正边这个是大安森林公园，较早国际学社，甲一寡迄个日本时代迄个宿舍卡掉的，啊、哦，来起这个大楼，好，即个难民住。啊，这以前就是住伫这给出来遐难民搬来住遮。这起第二届哦，咱台湾人起两届住好，中国人住。好、哦，过来高雄，这个是这个翠华路，哈、哦。你若位高铁落来，伫头拄仔铁路边仔即撮呢，即栋诶后壁就是国贸，国贸社区，吼、哦，迄个足大眷村，拢海军呢，这样大部分拢是海军诶眷村，吼、哦。你看有几万平诶，即个草地咧，互因中国人囡仔咧耍，办公室有诶无？即嘛起第二届，以前诶是尖厝乌遐，拱掉，搁起者，啊，我也是大人。政府连起一间厝，阮大部，阮拢家己去买阿门土、买砖啊、买钢筋，家己去。啊，咧，阮是大人，安尼布的稻啊，爱交白米处理好，中国人才难民食。啊，阮来食番薯签。你看安尼够公平？对照头拄啊，叙利亚难民所住的帐篷，联合国替起的帐篷，甲对比者，安尼有豪华无？哦，哎，真正糟蹋咱台湾人哈、哦。好，来啊，咱个副局头拄啊，秘书长讲，2006年告美国，哈、哦，联邦华府的联邦法院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普遍国际承认的政府。即马即个政府是叫做流氓政府，敢那有20几个小朋友国家甲承认，迄毋是咱的政府哦，哈、哦。但是暂时，伊是台湾的地理当局。台湾人
这开始话伫政治上领域当中。但是你感觉，那有啊？哦，即马阮有车有厝，有车子有房子有儿子，拢有啊。你认为敢若过了足好？这造成北韩，北韩的领导人啊，分一寡礼物给这因这北韩的军干民，吼、哦，因就感恩加讲哦，这个有够好的，阮这个领导者有够好的。北韩伊嘛是认为他们过在幸福当中啊，但是咱即马甲看是毋是因足可怜的？真外国人咧看咱即马，咱家己即马感觉袂歹哦，但是后边的人咧看咱足可怜的。咱无自主性，咱无国籍，所以你莫认为讲用今麦时代跟七十年前日本人统治咱的时代来比，袂使。你若要比，爱时间同款。那今麦2015年，你得爱今麦时阵日本进步到什么程度，安尼来比。日本到40年前，伊就有新干线啦，就是高铁。咱差不多到6年前较有啦。咱上少的输赢输要35吨啊。本来咱台湾迄阵跟日本是应该差不多发展的水准平啊呢。咱台湾伫1935年，吼，就办世界博览会啊。日本人来统治台湾40年，就有法度办世界博览会。啊，你会记中国2010年，敢若2010年，较伫上海办一个世界博览会，对无？万咱台湾人看，来万外久，70年哦，80年，对啊，你甲想，咱就比中国迄边，比中国上海进步差不多70-80吨。但是迄个中国人来了，咱一直退步，日本继续咧进步，所以咱从尾啊，本来咱速度同款，进步的速度同款，变紧的，变先进的。咱要做甲咱输，上少35年，吼、哦。好，你复习一下啦，吼、哦。好，那么咱来看讲有关咱台湾的地位、的国际条约、法律宣言、位阶来做一个比较。好、哦，好来，台湾是因为1895年，吼、哦，4月17日，伫日本的下关所签的一个条约，叫做《下关条约》哦，签国际条拢是以迄个地方的名来签，吼、哦，因、啊、中国人就中间咧创一个马关条的，吼、哦，其实是下关，吼、哦，所以咱咧讲个关是讲下关，是，比如讲旧金山和平条的，迄就是美国的旧金山所签的，吼、哦，所以叫旧金山和平条。啊，那伫法国巴黎签就是叫做巴黎合约，吼、哦。好，过来，1952年4月2日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的，这个是下关条，是两个国家，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两个国家所签的。旧金山合约，51个国家，哦，就同盟国来和日本签的，啊、哦，这国际条的。咱秘书长一直强调，台湾的国际地位要回归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解决、来处理，不是台湾关系法，哈、哦。好，过来。较次要的台北合约，这是以旧金山和平条约为母约。伫旧金山和平条约伫4月2日生效迄一天，伫美国的强烈主导要求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流氓来伫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伫台北来签一个台北合约。但是你也想日华台北合约啦哈。台北会后人讲叫做日华合约哈，伫1972年的9月29日，因为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强啊建交，所以变成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序号。所以马英九不止提台北合约出来的电工，台湾因为台北合约已经把主权交予中华民国。你要甲看内容，没有这回事。所以上即马上我讲拢讲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有是一个
迄嘛毋是宣言，迄是一个公报，然后等下去讲哈。那么过来到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哈，去跟阿强啊建交。那么美国定一个美国台湾关系法咧，继续咧管理台湾，啊，这是国内法，啊，美国参众议院伫因美国拟定，佮通过，高票通过。但是咧拟定是嘛无招咱台湾人去参详，哦，所以用国内法咧管台湾。这位置这个相关，这两个拢国际条约，这两个足重要哈，你上少拢爱记这两个。像咧，这台北会四头爷，哈、哦，1979年1月7日的这个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这位置佫较低。过来上低就是这个，1943年10月25日伫开罗签的这个，嘛无人签字啦，因为迄当时罗斯福一个大战略，就迄阵美国的情报人员有探查到讲，国民党政府这蒋介石看办者。伊搁捡了一个书，估计准备要跟日本军的这个伫驻日本的驻华的这个总司令要来密商，派密使要去协商，讲要停战。迄当时，咱的日本黄金有100多万的日本黄金占领中国，吼、哦。那么罗斯福总统知影这件代志，讲啊，若和谈落去吼，日本黄金呐。撤50万日本黄金出来，收台湾甲收菲律宾，安尼美军要反攻，邓艾时美军爱死足侪人，所以罗斯福总统伊个幕僚甲设计者讲，无你甲招中华民国这个总统叫做蒋介石，甲尊称伊讲，啊你话呐，我甲你罗斯，我甲你承认你话的是五大强国的领袖，哇，中美英法苏。啊，咱来埃及的开罗来开会，我招英国首相丘吉尔，啊，苏联的这个书记，吼、哦，这个斯大林，啊，美国罗斯福，啊，佮你蒋介石死的，啊，你法国迄阵，迄个德国佮占领，戴高乐流亡，戴高乐将军流亡去伫伦敦，所以法国无代表出来参加，哦，啊，蒋介石听了足爽的，因为美国佮佮讲。你的名声有我，予你世界五大强国领袖之一。第二个，我予你美元，哦，予你钱，予你粮草物资，予你武器，予你继续抗日。哦，啊，哥你来开罗开会，哦，蒋介石偌爽嘞，就带因某蒋宋美龄真正开会。苏联的斯大林作车蒋介石，听到蒋介石要来参加，伊准袂瘾去参加，所以到尾来。三个人参加呢，拄啊罗斯福、蒋介石甲丘吉尔。啊，丘吉尔，无啊，罗斯福佫甲蒋介石讲，若甲日本拍败了，我甲台湾甲澎湖佫向恁中华民国。哦，蒋介石偌爽呢，但是丘吉尔听了安尼，无同意，所以袂瘾签字。所以咧，开罗新闻公报无签字，迄是要发落记者讲，啊，你著。叫我这個新闻公报落去发布新闻，迄无法律效益啊！第无签字，迄一个公报呢？正讲有法律效益的，爱有签名的国际条约，这個、较是正确的。一般的，敢那宣言啦、啊，吼、哦，迄位置拢作假，吼、哦，好。所以你莫有马英九那种开罗宣言啦、啊，吼、哦，你给人骗。还是讲台北会议，台北会议四头爷哦，你迄无效啊。好，那么迄当时开罗宣言无人签名，到底有效无？其实那后尾以因的诚信原则嘛是有效。但是罗斯福迄当时有甲蒋介石讲，恁中国建后恁袂使扩张领土，好对外侵略。哇，毛泽东抗美援朝无？派部队。跟美军修建，所以美国在韩战爆发第二天，那时罗斯福死了，哦，杜鲁门起来做总统，所以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哦，派第七舰队在台湾巡逻，两个目的，不爱让蒋介石反攻大陆，
嘛不爱和毛泽东来占领台湾。好，好，过来咱来分析台湾的主权。日本是依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丧失国家交战权啊、哦。那么，而且不得主动履行防卫台湾之义务。这是麦克阿瑟将军把日本的明治帝国宪法哦，给变更第九条，和日本丧失交战权啊、哦。你袂使发动战争，你袂使有部队，所以日本无军队，迄当时建后无军队，干阿有建设哈。哦整个军队都由麦克阿瑟占领军给解散给收缴武器，但是韩战爆发了，他发现说驻日美军都移防去南韩在打南北韩战争，日本说抗议了、哦、啊美国也想不到啊我都在给你保护啊你所有的人都去发展你的经济，你发明新的科技的产品，卡面啊，录音机、录影机、哦，电视、冰箱好啊，拢销去美国卖，卖较美国的上大间的美国 RCA 哦，美国无线电公司倒。他们尾啊，拢讲，无你家己爱出来组一个自卫队，袂使用军队，所以伊弄自卫队，哦，你家己顾恁家己，日本顾好，啊，我来拍韩战，来拍越战，哦，自卫队是安尼来的，哦，啊，无本来占领军。因为被占领地区的国防是占领军来负责，包括台湾嘛，同款啊。咱去用占领，一个阿公啊，1996年刺杀飞弹，美国要派两架航空母舰来甲咱顾，哦，这是这个原因。好，但是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伫美国的同意之下，会当被动履行其国防方面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之法源依据，啊、哦，还在美日安保条约是咧一定来保护台湾，啊、哦，但是伫这个美日安保的新的条约哈、哦，你的集体防卫哦，拄啊九月十九通过，即马变成日本自卫队，变成国防军，啊、哦，以前美国哪里堪能修建？日本敢来当带后壁做后勤补给，哦，上油上枪支，日本袂使军人直接参战亚枪修建袂使，甚至去由联合国派去伫伊拉克的这个做后勤的这日本兵，美军佫爱派部队佮顾这日本兵，因为袂使亚武器，但是这个集体防卫这个条约过吼，这个法律。通过了，日本军以后伫美国的要求之下，原来会将拿武器去来跟美军并肩作战。哦、台湾若发生阿公阿要来摕台湾，日本军原来会将直接入来斗三江，吼、哦，不是做后勤补给呢，吼、哦。好，好。那么美日安保条约正是日本对台湾尚保有主权义务之具体证件，这个证据了哈。以前唔敢做明显讲，台湾甲澎湖是日本美日安保条约保护的范围。以前拢讲周边有事有无？周边有代志，啊，讲甲种模糊，啊，周边是周边甲外远，无讲。其实差不多伫巴士海峡以北，拢算周边。那么今麦个讲看，定义之后差不多波斯湾、中东遐买运油。经过台湾海峡，经过这个什么，还是巴士海峡，这航线拢属美日安保条约，一定保护的所在。因为遐若予你切断去吼，日本若无油通送转去美国，因日本炼做汽油和车用，规个工业拢停开，所以这算日本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只要若日本有疑虑，我来敢看配合美国派兵出来过这条航线、哦、所以那台湾那美日安保体系的所谓周边有事，就是譬如讲那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那么日本有代志，就美国爱出兵来美日，因为有美日安保条约，
只要有一边发生代志，对方拢爱出来哦，协防的这个国家拢爱出来斗相共哦。好，所以咱简单做一个小结论，就讲台湾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美国君主占领哈，简称美占哦，日属美占安尼来哈。好，过来继续讲美国君主占领台湾有啥物法理依据？哦，这一点。初级班我讲不完的，我就再个继续补充哈。咱来看 AIT 内湖这个新的 AIT 新馆哈，占地啊两万平，差不多台湾加七家地。那么开差不多62亿，好啊，听讲不要今麦对价价差不多65亿啊哈。这全世界美国的大赛馆开上最钱的这地，啊，但是若要讲上大的是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因不喜欢的回教激进派用汽车炸弹给来攻击，所以伊个大使馆足大足快，啊有分外围区、内围区、甲中围区、甲内围区，啊要入别路，佮给你开个弯弯翘翘，互你无法度汽车的汽车炸弹直线加速给你冲撞，哦，你弯弯翘翘你驶袂紧啦，而且有伊若看你驶较紧，无听指挥，无停落来，停落来检查，人做者。阻隔设施的拢，哈、哦，鸡爪钉啊，是阻隔的迄个钢棒，甲气压个钢棒拢夹个，你连那插个冰车也袂，就破裂哈。好，这个 AIT 伊个建材拢为美国进口的吧？是安怎？因美国伫莫斯科，去美国驻莫斯科的这个大使馆，夹着假，委托当地苏联人去。佮用苏联当地建材，结果迄砖仔内底苏联拢甲掺窃听器，所以尾仔发现着，哇，袂用着，一挂机密拢流出去。发现的时较知影讲，啊，袂使叫苏联人去，所以规栋卡掉佮登记，为美国进口建材，派美国工人入去遐去，安尼。所以有安尼个经验，所以来去这栋的时，建材拢美国进口。而且伫内底起设施的嘛，美国人、台湾人，敢若起外围迄无重要，迄个篱笆，好，好，啊！即你看 AIT 咧起的是，拢甲你看环部，无好你看讲伊内底咧装潢啥物物件，咧下啥物精密的仪器设备，哈、哦。啊！即将来起好的鸟瞰图，哈、哦。好，那么。伊这个所在租期是99年，佮加99年，等于佮要400栋，吧？哦，200栋哈，198年。OK， 而且佮会当延期，佮延一届，啊，就差不多400栋。啊，你阿想，迄当时是阿扁阿咧做台北市长的时，租这块地，好、哦，迄阵佮阿扁阿用福尔摩沙基金会出面签的。OK。这等于会使讲永久占领啦，哈。好，完工的是 AIT 会进驻800名的海军陆战队，哈的队员。好，这根本是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比君主占领，迄、那个占领者最高指挥官就是总督，哈。你看台湾有日本占领，起即马这个台北。其这个接收路啊，凯达格兰大道这个叫做，它在叫做总督府啊，即嘛叫做总督府啊，总统府。好，这根本是一个东亚防卫通讯电站的指挥中心，因为咱的乐山雷达站呢，所征收到的资讯一定链接来遮啊，买趟链为遮链接，搁链接去到这个琉球加索那空军基地，还是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啊。好 ，OK。过来，咱来看讲防御性公投。阿扁也伫2004年1月16日宣布举行防御性公投，要公投的内容，爱先给美国看过，那免给英国看、法国看，都要给美国看。啊，美国佫上反对阿扁也办公投，足惊踏到美国的红线，所以美国不时咧电阿扁啊。那阿扁也足巧。你不要我统独公投，啊，不我来办防御性公投，讲我要来征求民意，
哦，问台湾人讲啊，咱要来发展一挂飞弹，哦，还是反战车武器、反飞弹的武器，看台湾人民要同意无？啊，这个议题啊，变算巧，美国要甲掠，要甲讲袂使，佮讲袂出嘴，啊，这都足正当的，你要国家的煞袂使，啊，无要空手雇人奸、雇人拍安尼。哦，所以美国看看，只好伊咧办这个防御性公投，但是国民党右后卡拢无要支持，拢叫大家袂使去领选票嘛，所以个投票率足低，敢若无到30%，啊，所以这个防御性公投就无通过哈，啊，不了了之啊。好，过来，台湾若发生灾难，美军拢会来救援救助，哦，你会去。2009年8月7日莫拉克风灾啊，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无要接受国外救援，讲钱来得啊，人免来。另外，这个人我爱钱，而且有意思要让中共解放军借这个机会要入来台湾，迄哪好入来？请神容易送神难，哦，这个做麻烦了。但是美国得消息了吼。伊个国防部随派军机甲军舰送救援的物资来台湾救灾，啊！你个注意看，那是国防部。美国国防部通知台湾的救援单位讲，我美国要来甲恁救灾，吼！啊！恁的救援单位跟我的对口单位是国防部，美国国防部，那唔是美国的救援总署。美国一般对外拢一个美国救援总署咧统一指挥，对外对其他国家咧救灾，那这个是国防部。我来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所在，当然是美军爱出面来处理啊，哦。所以你看，美国为乌克兰、琉球啊，加上那空军基地派 C-13 栋历史型的运输机，就做外只，内底拢咱载过来只舰车，哦。我最近啊。我住的所在都在山区的所在，一个差不多70家的所在，专门咧哦，迄阵美军不是嘛，开这款的，啊，为后壁哦，救战车出来哦，规只战车呢飞足低，救出来无几秒就山拄啊开，啊，差不多要断了涂骹，迄战车断来吼，敢那小地震，阮伫边，我做迄阵读国啊，拢伫遐起雾，吼，迄个断了吼，拢感觉。土地的震动，啊，所以这足多只哦。啊，过来你看，伫台南的外海，哦，嘛派军舰来，哦，啊，用这个超级种马，这款飞行机咧吊怪兽、鲁托机，要去迄个纳马夏有无？这个小林村那边呀，咧救灾。啊，你这话，这拢是军。军方的设施啊，军方的装备拢是墨绿色的。军机、军事设施，敢会当清清采采入去人个国家？三年前，土耳其一只战斗机疑似误入叙利亚的领空领海呢，叙利亚就用射飞弹甲射落来、拍落来，迄还袂入去到伊的领土内底呢，哦，伫个沿海边啊。要个仪式，有几笔无，也唔知影，就让自家写落来。结果中华民国拢唔敢唱秋，吼、哦，放点点。好、哦，这个印证美国，要个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23条 A， 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权国，美国是主要占领权国，占领台湾甲澎湖。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呢，伊是次要占领全国，啊、哦，代替美军。OK， 好，时间的关系，这个跳过啊，无你再讲好。这架飞行机哈，是美国军用的行政专机，该空军专机啦哈。伊伫2012年5月20日，下晡飞落嚟台湾，松山机场哈。那么迄阵是美国派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斯连尼娜。率领国会议员来台湾，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的登基大典。所以，现在在算的叫做
台湾伫你当局的局长啦，啊，拢讲啊足好听，讲选中华民国总统。伫美国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因是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啦。啊，你看，马英九要迄天登基大典是下早九点，哦，但是因下晡发来呢，什么意思？我老大啊，你这老细吼，啊，一个登基大典尔，无啥咧甲注重。咱啊，娶新妇嫁祖囝，咱啊请中道的，啊，咱的朋友下暗较来，安尼敢有生意？美国嘛做无生意的同款啊，吼、哦。好，2011年三月十，吼、哦，日本发生核灾。美国人撤侨入入来台湾，而且家己自设海关。哦，迄当时这个核灾变的是中国从惊死，上台先撤侨转因中国。法国嘛撤侨转去欧洲伊本土，嘛有一部分撤去，甚至撤去南韩。那么独独奈美国要撤侨，无撤去伊的属地关岛，啊是伊的夏威夷州，啊奈撤到去台湾来。哦，你看。因伫桃园机场 ，AIT， 伊完成这 AIT 的背心，因这官员伫前一天就宣布停止所有的美国签证，以前要签证拢来面对面面试，中庭，因的官员拢走来桃园机场，咧连因的主人拢为日本撤退来台湾，中华民国的海关靠边站，哦，无资格验。那么，现在美国也将禁止桃园国际机场自设海关，啊、哦，为啥你会想看讲？因为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你若要去别个国家，啊，比如讲美国，你得爱向美国大使馆还是领事馆去请签证。有这个签证包括你的护照，去到迄个国家的海关一个验，哦，你有伫阮的大使馆签证。安尼 OK， 我你入面，你若无签证，根本无代表入面，延期甲你遣返，好、哦、，OK， 这就是代表伊个国家的行使主权的象征啊、哦。那么，流亡政府海关拄着握有，哦，非拥有哈、哦、台湾主权之美国，无权对上之执行管辖权。咱台湾的这个收还证。所有权证名店员写日本天皇，但是这个所有权证底下伫美国手里，因为台湾的战争灾还袂行，哦，还无像琉球安尼，琉球已经行3亿2000万美金了，人美国的政府尼克森政府根据琉球反乱协定，把琉球包括钓鱼台拢还给日本啊。那么台湾这个战争灾要赔几十亿，好、哦，咱的母国还无堪。美国协商，所以所有权证暂时要抵押在美国手里。哦，但是握有不代表拥有，伊干那提所有权证呢？所有权证名还佫台湾朋友的主人，还佫是日本天皇。哦，所以有些我爱比例一个咧，咱呐入去到超商，灌一罐矿泉水，是不是握有？但是你要注意，你还没有拥有它哦。因为你还没付钱哦，所以握有还不代表拥有，啊、哦，等下你钱达了，你靠租过泡开热啉，你配了就泡开啉，安尼在法理上不完备啦。那要完备就是讲，真正是你的是爱柜台拿钱，摕着发票，你才有这个所有权，靠使用权，你才会当泡开来啉这罐水。我另外有需要做一个来讲。啊！你看路人，查甫情侣手牵手握有，不代表拥有。哎，查甫唔代表该娶，不一定，查甫嘛不一定要嫁你，吼、哦。要跟他握有呢，还没有拥有啊、哦。好，那么主人随时要回来，吼、哦。美国这个头家有台湾的管辖治理权，但是暂时交台湾伫咧中国咧管，伊是头家。伊要回来，看门口这个国民党政府，伊无权来审查主人嘛，对吧？所以伊就爱靠边站，遐中华民国海关的官员爱靠边站。对嘛？刚才讲，
咱若一工转来到咱家，咱是毋是锁匙夹咧，就要拍开门入去啊？咁着去问咱饲迄只狗，哥哥啊，要入去敢袂使？唔免嘛，哦，对无？讲这個意思。好，好，过来咱来看，2011年10月29日，美国的一个空中加油机叫做 KC-135，哦，这足偌只，降落伫松山，哦，台北松山机场。啊，这有一个内幕，因为当时记者去啊问 AIT 的官讲，啊，恁驶到这只遮大只，要来创啥？这军机呢？遮大只军机会当入来松山机场？AIT 的官员讲，无啦，阮到 AIT 一个官员的囡仔吼，红眼仔吼破病，我要甲送去日本买下医，会较奇怪。啊，咱台湾的台大病院严重，敢无法度医囡仔？咱的医疗技术无输日本啊，那输嘛无盖离谱，无讲一个红眼仔就救袂开。啊，其实这只无人机是雕工要来气功。一寡参数，哦，连讲啦，阿公啊要来起兵打台湾的是美国要用重装备买战车啦、榴弹炮，重装备买入来是要用遮大只来运，哦，像头拄个 C-130历史型飞机要来，伊即只油甲吊重重、甜甜足重的哦，伊要试看你松山机场的跑道会含你我遮重安尼跌咧鼻里面。而且飞行机要起飞啊，降落拢爱逆风起降。逆风要落来时，跑道的速度，迄个距离会当较得着冻掉，袂弄墙啊，袂冲出跑道，对无？啊，要起飞，嘛爱逆风，较紧准扑个。结果伊拢顺风起降，要落来顺风起落，你冻袂掉，一直撸出去哦。起飞个顺风。一直在试的，你飞不起来，搞不好弄跑到末端。但是伊就是拢从找最严苛的条件，安尼来起飞降落。你俩讲，我伫遮重的状况，我几千公尺较飞起哩，啊是要落来爱几千公尺我较挡会掉，袂弄墙啊。你俩这个参数，唔是讲你站这个红眼啊？咱到哪只红眼买？要去病院看病，咱敢着爱叫甲一只游览车，唔免嘛。客轮车了，吼、哦，摊都知。但是伊甲你塞只只敢那游览车来，吼、哦，这就是这个内幕。好，过来咱来看台湾管理法第二条 B 之六甲 C 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这条独派足爱讲这条，好、哦，我台湾管的遐外用都外用，无这条台湾无台湾管的遐台湾危险，其实唔是，你只要有台迄、那个旧金山合约就好啊，咱是比美国主要占领全国所占领的地区，台湾朋友的安全比占领区的安全，就是占领国。爱甲咱保护，就是美国爱甲咱保护。这条是美军赴台的法律依据啊。好，啊，咱过来看下卡。这是美国主要占领全国，依靠权力甲义务啊，来保护台湾。好，咱来看1996年台海危机哈，迄阵阿强啊。嘛，迄阵拄啊，李登辉兼彭明敏头一届，予咱台湾人每一个人拢有张选票，会当去选总统哦。满20岁的公民拢会当。结果阿强个，因为李登辉讲两国论，阿强个去批评朱镕基伫个电视安尼怀霸面安尼，吼，咧骂咱台湾，而且宣布伫嘉南港外海、甲高雄港外海。为一个禁制区，所有人机甲船只袂使为遐通过，伊要射飞弹。美国惊擦枪走火，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啊、哦，一架尼米兹号，一架独立号，啊、哦，随哇小鹰号，随来台湾。这个你看，1996年台海危机，美俄航母舰战斗群示警。
两只。啊，你咧美国若派一只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就是甲你警告。那派两只出来是啥物？代表啥意思？要进来无要紧，我美国驾驶船了啊，来拍看卖。所以阿强啊，随揪脚、揪手拢揪起，惊着。伊无想讲美国动作遮大，哦，啊，迄阵阿强啊，军事武力有够软个，吼、哦。那伊要来摕台湾，搞不好咱敢若咱台湾兵吼，迄堪咪战斗就会使，美国会当在边啊看袂相差啦。但是现在他们就比较用了，因为他用网路全世界那些偷人的技术偷做一些本来他不会的东西、用偷的用哄的、好，那么美国根本是一个中间人、台湾在你中国的总统，你注意看看这个局长，不论是两蒋还是李登辉还是阿扁马英九，都要看美国的目色、美国对台湾在你中国说三道四，指指点点，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好、你来看两千年五月二十阿扁啊，第一个选了总统，要去你就职，哈、伊去你就讲四不一没有，这是希望美国操控指导，唔该讲四不一没有。啊，拍摄，因为你那无。无美国咧甲伊指导操控，无可能讲这款话。因为全世界的国家呐，选到总统，迄个总统就去咧演说，绝对讲：好，我起来要做偌好，偌好，偌好，要做啥物代志好？咱所有的人民，吼、国家富强，人民吼，大家拢巴巴，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无人去咧讲：啊，我这不爱做，这不爱做，迄不爱做，啊，拢不爱做，啊，选你要创啥？你选会倒来？啊，咱来看，到底伊是讲啥？四不一没有是讲啥？后来伊讲无要宣布独立，哈、第二，两国论不露馅；第三，不举行统独公投，哈、第四，无要变更国号。安尼你来看，即两三四都步步都四个，啊，一个选一个放屁总统，拢步步叫安尼。过来。第五，没有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四部密一没有，这个一没有，那这个报出来，我这独排哦，拢倒向遐，啊，无才支持你出来选到总统啊！啊，你讲这拢唔做，尤其这条迄东西，我上去，无要举行统独公投，吼、无要变更国号，要甲中华民国。改做台湾共和国拢无，啊！这看阮当时要甲你支持的这个方向都唔对的，啊！原来就是作者来讲，台湾根本袂使独立吧？台湾这块土地唔是无主的土地啊！台湾这块土地顶边有两个主人，一个所宣称有名的叫做日本天皇，一个得到台湾的主权哈，你所宣称得到。这个戴亚的美国首领，这债权人，我觉得所有权人日本天皇，这个债权人叫做美国政府。你无提钱来赔我美军的损失，迄当时你日本感觉烧钱，我的飞行器互你拍炸了，船互你用神龙特工队哼沉落，我美军死遐济，我财产剩遐济，你免甲我赔啊。所以暂时台湾朋友要戴亚的美国首领啊，等你提钱来赎回去啊。等于咱一块土地，迄个银行借钱，咱的所款抵押伫设定伫银行，你都要提钱迄个还清了，唔该会当办多销，对不？台湾无要管这两个头家，大主大义，就要统独公投，就要共独立出来。当然，这不合国际法的规则嘛，哦，所以。台湾人算家己想家己对安尼尔，无要照世界迄个国际法哈。好，过来来看委任占领授权书哈。1979年以前，美国承认流亡中华民国，迄流亡走来台湾啊，美国硬甲停工，伊原来是要搁伫联合国的会员国，搁是五个常任理事国，
中美印发书，这个然后一票反对，都拢无准成啊！哦，迄足权足大，但是敢若冻到1979年，美国嘛冻袂掉，准堪中华民国断交，吼、哦。好，那么美国随伊个国会随制定台湾关系法来替代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底下。其实伊本质嘛是代理美国君主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因为他们中华民国断交，哦，迄、那个麦克阿瑟命令，哦，会冻结的，所以要赶紧定一个，一直到拖到4月7日，台湾关系法通过，还佫追溯等于到1月7日，哦，迄原因就是要跟麦克阿瑟的命令做连结。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较早等于用鸡排。击败你等于你蒋介石，好，你甲当作一间美国大间公司吼，驻苏店的大间公司，伫台湾开分公司，啊派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尾后佫派因囝来管蒋经国，尾后互恁用选的，选一互恁台湾人，即个员工选一个新的总经理叫做李登辉，后壁佫选一个陈水扁，即摆选了这个叫做马英九。但是这些人选到，拢爱白宫的贺电来给伊确认，好、哦，来来。那么，这个台湾关系法就是一个新的授权书，改称台湾治理，当局袂再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美国的国务院通令所有的国外驻外大使馆还是领事馆，拢讲，恁袂再跟中华民国官员伫公共的场合。开会，吼，也是做伙食饭。刚才咱讲台湾治理当局，吼，但是刘鹏即马即个政府嘛是继续咧统治台湾，因为又卖又选到，嘛是等于国民党的人咧甲咱管，吼。但是包括李登辉等水扁，你莫讲叫是这是台湾国的总统，唔是哦。台湾唔是国家，就无可能有一个总统。伊去选的拢是选刘鹏，中华民国刘鹏的总统，吼。这个观念要搞清楚一点哈。好，那么2008年年初，玉山四号政经并推，阿扁啊总统邀请马英九，但是马英九拒绝。这个 AIT 的处长杨淑丽，跟美军官员，因坐云豹驾车入去横山指挥所来观察。啊，你甲想，而且玉山政经并推，包括横山指挥所，这是。上关卡的一个足秘密的指挥中心，吼，最高指挥中心，那会使让外国的军官，你来看，啊，这不是泄密吗？其实你若甲这个是一个记者的文稿，哈，你若甲自己甲改，安尼你就可能较清楚。美军官员，哈，进入横山指挥所视察，甲官甲改做视察，就是上级指导单位来视察。安尼就了解，熟悉是爱安尼，啊，但是这个记者无了解，所以讲观察 ，OK， 啊、哦，无奈无其他的国家，啊无法国，啊无英国的军官你来看，独独大概演习就是美军来，包括今年的汉光演习，同款嘛是美军来指导、视察兼指导，啊、哦，好，比如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会的各式军事武器啊、哦！你也看，这依稀可见，本来拢有一个车轮牌，国徽拢搭伫顶悬，啊，拢有浮条，这嘛拢依稀可见啊、哦！包括这个直升机，这个嘛要依稀可见啊、哦！啊，这是安怎会安呢？这有原因，就是美国国务院伊讲，恐怖组织有三个要件：第一，唔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伫当地征兵。后来你来看，恐怖组织宾拉登唔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个伊斯兰的回教的教义来吸引一寡人来追随伊，吼、哦，加入伊个开达组织，是吧？替伊做兵安尼。啊，即个宾拉登拢下下，啊，你甲中华民国甲斗起嘛，作下。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有武器，搁你美国卖伊个。中华民国伫台湾甲澎湖，
叫咱台湾人去替伊做兵，有无？佮讲甲足好听，当兵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啊，咱戆戆真正去做，吼、哦。好，过来你来看，阿扁也要落林进前，弃甲为断，吼、哦，所以引起美国关切，吼、哦。这个上新的一期的《国防新闻》，这2011年，吼、哦，这个周刊报道。前总统陈水扁在卸任前一两个月，曾下令试射一枚中程飞弹，但立即引起美方关切。一名国务院官员曾特别赴台湾国防部调查。啊，你再来看，美国连咱的气甲飞弹伊嘛爱管呢。伊今日做了新闻，写拢写到北京呢，啊，就引起中美大战啊。所以，甲你管者，好，好。啊，这个，迄阵。国防部长蔡明宪哈，伊讲美国对台湾弃甲飞弹感觉关切，一名美国国务院资深的官员隔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有弃甲飞弹无？蔡明宪讲有，阮弃甲尔，还袂正式生产。伊当时佫甲迄个官员保证，台湾的飞弹敢若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靠腰啊，啊这开遐侪钱，啊做出来，敢若讲无阮这。这个长矛磨甲尖尖是咧磨好看咧，阮干那咧电视的无咧，阮袂去共赌，啊，这都做矛盾呢。最佳的防御就是攻击嘛，哦，攻击就是最佳防卫啊。啊，你开一个钱做一个飞弹，迄拢几啊千万、几亿个啊。啊，你敢做着摆了好看？原来有原因，啊，你来看。和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有日本、甲台湾。啊，遮拄好，即三个你若甲加起来，拄好大日本帝国。以前韩国还袂为日本独立出去，吼、哦，就今仔和平条约生效，日本准予同意韩国独立出去。好，啊，关节有关节啥物内容，咱来看。第一，飞弹的射程；第二，核武研制；第三，战争时阵的军事指挥权。我来，咱一个一个来讲，飞弹的射程，韩国本来美国敢那可以量做300公里飞弹呢，吼、哦，啊，天然箭发生了，美国同意讲，你会量做800公里，但你若做这项的800公里，敢那量弹头载300公斤呢？啊，你若做较短，做500公里的，你会量低500公斤呢？迄、那个弹药、弹头，哈、哦。那么台湾，头拄讲的，敢那弃甲一个飞弹，美国就派人来去调查，哈、哦。所以，咱个韩国拢有飞弹的射程拢受到限制。后来核武研制，啊，你注意个看，这三个拢有，拢会晓做原子弹，只要美国。弹头讲，哦，你会当做，无偌久就给你做出来。尤其日本较厉害，日本作早就会晓做啊。日本就作早就咧储存核武器的布。什么哩？这个福岛核灾发生了，较知影讲，哦，日本储存核武器的布的这个数量哦，会当做几啊百粒的原子弹。那美国弹一个头。连着几啊百粒的原子弹，日本都我都做出来，吼、哦！所以日本科技足发达的，包括日本的一挂重工业的这个生产线，那美国答应讲，哦，你会当随可以做舰车、其他机、吼、哦、恐怕只即个重机械、富士重工、三菱重工，即个生产线随会当改了做舰车。再来讲，台湾本来，吼、哦，伫1988年发生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核研所的副所长叫做张义宪，好、哦，张先义，伊叛逃，这个人是足优秀的科学家，吼、哦，那么伊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由美国甲吸收做。CIA 特工人员，那么回来台湾，哦，啊，入去中科院做到
副所长。那么伫蒋介石、蒋经国，因咧发展这个核武器，因两个拢对外讲讲台湾未发展核子武器，但是说啊，哦，足积极开上侪钱咧研究，因为伊按说讲要跟阿强啊同归于尽，你若真正登陆起来，我就伫当场带台湾甲崩。迄阵足恐怖，迄阵中国人蒋介石、蒋经国因算。无顾恁台湾的生死，伊敢若顾伊的民主尔。啊，我若连台湾我也收袂掉，互你讲起来。啊，我即条原子弹，我无载具，无飞弹，可能甲伊射去广州、福州，还是南京、北京。啊，我当日崩，互你算焦土，互你遮无多生产物件。吼，啊，你来也无路用。吼，伊无顾咱台湾人的性命。吼，所以这是解密了才知影。啊，张医生知影讲，啊，你甲做原子弹，啊，无载具通甲射出去，啊，崩就崩死台湾人啊，唔通咯。所以伫伊收集原子弹做袂好进程，发展差不多好势啊，伊总甲一寡只资料收集无好，伫美国的掩护之下离开台湾，啊，伊美国甲报告提出来报告。一礼拜，美国随参国际原子能的这个检查小组。追来到桃园，吼、哦，这个中山科学院就后壁去对南马空车来，广告人员叫伊讲，这什么研发设施、仪器设备拆拆嘞，装修上就卡车，后壁南马车空车来，把迄个反应炉、阿门陀甲你封起来，空起来。美国凭啥会当安尼做？这块土地我美国咧管，啊，你搞发展这個？原子弹这危险武器啊，哈，这也惹足大个代志啊，哈，所以来给控了。那么，伊那唔敢去甲北安金正恩伊这罗马小朋友，哦，伊那唔敢去甲封伊核子设施，那唔去封伊朗的核子设施，因为迄唔是伊的军事占领地啊，所以台湾确实是美国军事占领地，美国开会顶安尼。伊发要创啥就要创啥，伊发要来就来，吼、哦，发要甲你轰就要甲轰，要甲你拆要甲你拆，吼、哦、，OK。过来，战争时阵的君主自卫权，韩国本来是因跟美军协商2014，美国甲要战争时阵的自卫权，还我韩国，因为韩国是安尼哦，平常时是韩国的自卫官咧领导。美韩联军哦，到战争的时阵，是美军出来做指挥官，咧指挥美韩联军。结果2012年煞发生天安舰事件，哦，韩国的一只军舰，迄个一个不明的鱼雷大顶，哦，死50几个。那么你也想，照讲韩国，你若讲有自信？伊就唔通动啊，就同款2014年甲自由权接起来，战争的时阵自由权接，结果无，准，佮要求美国讲，无你，卖甲2014年佮甲自由权还我，你美军继续，那是战争的时阵，佮互你来掌管，安尼，啊，美国袂晓动，啊，即马你也想，咱台湾呢，台湾美军的想定就是讲，那万一阿强啊。甲台湾的空军打败，海军也打败，摕到制海制空权的了，开始要登陆。美国要求讲，也想定要求讲，你中华民国国军为西部海岸往内侧10公里进空，你的军甲民拢离开这个范围，我美国来好啊。安尼，美国无人机要来轰炸，吼、哦，较袂去误及友军，较袂去拍到咱台湾人。美国的想定是安尼 ，OK 。好，那么过去这7年外来，我慢慢叫安尼关台湾，啊，关个不得不去。啊，这7年外来有较好过日的，举手我看麦。啊，较歹举手我看麦，应该大部分拢歹啦吼。啊，这拜有原因啦。我
我讲个故事，咱来听看卖。就是讲，伫美国有开一个外科医学会议哈，选外科显微手术的会议，国际研讨会。啊，伫下晡时啊，这个喝下午茶的时间，啊，都有三个医师伫走廊咧开讲，一个日本医师，一个美国医师，一个台湾医师。啊，日本医师就臭屁讲，因伫十年前吼。有一个五岁小朋友，跋落迄个捷运站，下骹迄个捷运的车，双手搞个，搞到喙出血，因用显微手术甲接好。所以十年后，哦，不，五年后，这个囡仔去参加这个钢琴比赛，结果得世界冠军，表示伊的手接了足灵活，哈，哦，技术算足好。啊！话美国这个都愿意臭屁啊！那阮美国，我嘛是十年前，阮有一个十岁个囡仔，吼，迄个车搞过，规个脚搞到脆脆脆，哦，阮个截肢，阮用鸵鸟个脚甲倒起，结果十年后伊参加奥运比赛嘛，走冠军个啊！哦，那足够屁个！啊，你咪等台湾这个看哪屁？台湾这个讲，阮伫二十年前哦。我有一个四十岁中壮年人啊，车弄得他个破的，啊，我用低矮脑个移植里边吼，今嘛这个在台湾咧做总统，就是今嘛这个，啊这那个小讲，就是因为用低脑咧治国啦，所以治个不得不吃啦，啊这个吼，连陆勇先生安怎唔知影，伊讲是陆个健康摸啦，有无？洛阳会讲许多洛阳人感冒，啊，若要食洛阳，食一斤，看伊个满爱食偌济。啊，即个吼真正用满咧治国啦，你看，伊阁派一个行政院长叫做毛治国有无？真正用满咧治国，有无？好、哦。啊，以前是咪咱较在国校一壁吼，迄、哦、围墙拢写反攻抗日。杀猪拔毛有无？啊，今嘛真正，咱今年啊，不是明年，因咧大选有无？中华民国咧办大选，啊，民进党会当发杀猪拔毛啊呐？因今嘛，这猪诶咧做党主席嘛，啊，姓毛诶咧做行政院长嘛，对无？行政权伫因手里，啊，今嘛总统大选就是要抢这个行政权嘛。杀猪拔毛对，你看，今嘛来新的杀猪拔毛。好，过来，咱来看讲，是安怎阿强啊，拍金门的古林头战役，是安怎会拍败？以前拢，若要拍国民党，敢若咧倒定年干，阿强若呛声讲要摕做一个刀刺。国民党军就先逃跑啊！伊知影讲因会战的战输，因为先到国共内战会输，就是因国军、共军拢是共，中国军啊。因为自黄埔军校开始，黄埔军校苏联人出钱起学校，苏联人佫提供武器，哦，佫派教官来教，所以因教甚物波拢知嘛。蒋介石伫遐做校长，这个周恩来咧做这个副校长、哦教务长，啊，所以恁啥物部拢知嘛？但是伊唔知影讲来到金门，这个古林头战役，指挥官已经唔是换，已经换人啊，唔是国民党军的军官，换蒋介石派密使去到日本聘请。日本的军官，迄当时伫东北的这个根本无将军，伊专门咧看阿强的小战的，哦，拢这样。包括日本投降的时，苏联军要来接收，日本军的民众要四万人还袂撤退，伊袂瘾交出武器，看苏联的共产党军的小战，一直掩护，或者四万的日本人撤退。平安撤退，你会关内哈？
安全撤出中国。所以这个人足够少见的，尤其跟阿强阿少见。所以蒋介石撤退来到台湾，你也想讲，若要过金门，若无请这个日本这个将军来保死的。好，所以指挥官换人，唔拿指挥官换人，各位台湾迄阵。那个孙立人将军哈，伫洪山训练咱台湾军，迄阵咱台湾人啊开始又叫伊做兵，好、哦，那么派一师的台湾兵来守金门，所以指挥官换人，兵啊嘛换人，换台湾军啊，因为中国军吼、哦，国民党军吼、哦，听到共产党军要来啊，就卡手把皮皮刷。惊到要死，因为伊过去拢垫白嘛。哦，所以啥物郝伯村因咧臭屁，讲因是啥物常胜将军，迄骗人。你若常胜立白，就一直一胜一胜无，遐撤退到为台湾来。啊，台湾阁毋是你的国土，哦，你变来到遮就变流亡啊。所以，卖听安尼臭屁。郝伯村迄当时，底下个做排长吼。哦还是连长安尼的资格呢？伫根本无将军的指挥下骹，吼、哦。好，台湾军来，台湾军要有日本精神。迄阵拄啊战后无偌久，台湾人拢要有日本精神啊。所以接到命令，要冲要战，拢袂惊。遐中国老乌啊，拢秘伫碉堡内底，吼、哦。查线路啊，咱台湾兵出去咧查通信线路，所以台湾军真有够用，就是安尼配合。根本无将因来，伊这个根本无将军，佮带伊较早即个参谋人员，拢六个做伙来，拢换中国名，根本无换做林宝元，吼、哦、换中国名，佮穿中国兵啊，吼国民党军的军服哦，化妆做中国军就对啊，但迄个因国民党军，伫安尼经营下。根本孟将军用伊个策略，讲来，因遐堪伊鸡仔，因登陆个时鸡仔堪伊战一下，撤将明撤退，开一个缺口，口袋战术拢互因起来。啊，共产党讲迄个叶辉，伊指挥个嘛，即、這个算叶辉算强，因共产党个常胜将军已经拍来到厦门，所以伫厦门，佮集结兵力，佮找所有渔船拢找出来几啊百只，安尼向金门驶来。伊唔知影讲金门的指挥官换人，兵啊换台湾军啊，佮戆戆就真正啦，啊，迄拍者就走啊啦，啊真正咱台湾军接入面拢讲撤退，吼、哦，啊就拍开一条防线互因入来，迄入来了，口袋封起来，拄啊拍死三千几个，啊全拢掠掠起来，吼、哦，安尼真呀，一战成名，哦，应该就爽啊，爽袂得。啊，是安怎？这个根本无将军会改林宝元这个名，这蒋介石原来算原来有伊的意涵，保护国民党的源头啊。存我蒋介石这个源头呢，这个要保护好，这个船啦，迄个花的吼，国民党就真正拢无去啊，所以甲好。根本无将军叫伊改名，叫做林宝元啊、哦，就是讲，这算一个源头啦。这个源头若无，就无源远流长啊，哦，所以取这个名啊、哦。好，那么这金门古林头战役，这是国共内，要个是国共内战，因为你也知道，金门妈祖要个是中华因中国人的领土，唔是咱台湾人的领土，所以台湾将来含国民党。撤离了，咱金门妈祖，迄中国个该行行行，咱莫堪伊高高顶，吼、哦。好，过来，是安那阿强啊，敢若敢拍金门妈祖，唔敢拍台湾甲澎湖。毛泽东头壳算清楚，伊知影讲台湾甲澎湖，这是日本的领土。你若拍日本，这着国与国变国际战争啊呢？吼、哦，啊，美日安保条约。你打日本等于在打美国呢，美国就出来了。啊，伊迄阵武器拢遐落后，吼、哦，那有可能我都打赢日本甲美国，所以伊拢唔敢打台湾甲澎湖。好、哦、，OK。
好，你若过去要来摕台湾，绝对拢爱先摕平湖，好，荷兰人同款，摕平湖了，才来摕台湾。那么日本嘛同款，好，只要有战争了，日本就随先来占领平湖，然后较为这个东北角一边登陆。OK， 好，你若怕台湾甲平湖，这是国际战争，好 ，OK， 好。时间去搞这个，安尼，无我今仔讲到这吼，啊，明仔还去继续，多谢各位，谢谢。